真的是非常谢谢你那天拔刀相助。那个今天你想吃什么随便点，我请客。他们家有火锅，龙虾，然后撸串儿。你想吃什么？那就小龙虾呗，马龙的时候，3分钟120只。成，哎，他们家小龙虾真的特别好，都是现做现卖的。这家是我朋友开的，他们以前是我前同事，就是他那个是老板娘。对对对对对对，那是我老板娘。这个是她老公，这个穿白帽衫的点菜的这个。你想带朋友聚餐就来这儿，气氛特好。怎么样啊？想好吃什么了吗？啊，龙虾来2盘，13香。行，可以，没问题。13香，好嘞。大林子，快上2盘12块钱一只的大龙虾。来嘞。来了啊。哎，哎，吃，给他看一下。谢谢谢谢。吃了吃了。好好好。哎，你好。般配，哎呦，你善啊！谢谢谢谢。般配般配。哎，不是，你还在不忙吗？生意不忙，那有客人叫你们呢，去去。啊，好，懂懂懂。去吧去吧去吧。来，你来吧。你是单身吗？啊？没有，我刚才看你朋友一直盯着我看，好像觉得我挺不错的。开玩笑呢，嗯，吃吧。啊，挺逗的。那个，今天就是谢谢你那天拔刀相助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我就是觉得你们这行业，你们这小姑娘也挺不容易的，明知什么危险还得往上冲。对，她就是这样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老说她，你说啊，一个小姑娘家家的至于这么拼？就是生活上啊缺乏领导，你干什么啊？我送毛豆的。辛苦可都送他，尝尝尝尝。啊，好好。嗯，你们接着聊啊，什么麒麟奖啊？不粉。好，我谢你们，你们那个吃好喝好啊。哦，说怎么什么危险往上冲的？你是要拿新闻奖呀？嗨，你别听他瞎说，我跟新闻奖八竿子打不着，我就是在一家特别普通的那个传媒公司上班的。我觉得你可以啊，那人总得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。我不闯祸就行。嗯，哦，没什么，快吃吃吃吃。嗯，今天主要是你吃好喝，不够再告诉我家。够够够够，吃吃吃，一块一块一块，你也吃。一人一瓶啤酒，酒壮怂人胆。又来了。别了吧，我今天开车来，不能。哟，开车来的呀？我跟你说，我们这胡同停车可不好停，你停哪了？尤其是容易磕磕碰碰。你说你尤其是豪车，你说这磕碰一下修得多贵呀，对不对？不划算。呀，你这表挺贵的吧？我跟你说，我们家大林子就爱这款表，但是太贵了，没买。哎，大林子，哎，快快快快，你看这表。这表是不是你特喜欢那款，然后特别贵，你没舍得买？就是就是这款，姐姐姐，哎，这是好，哎，你说多少钱？你不是要带我看猫吗？我什么猫？我没有猫。你不是说你们院子里那个狸猫剩俩只小的，给我一个吗？没猫，你忙去吧，忙去吧，别让人好好吃虾。哎不，哎，你猫一会儿接着聊啊。看过吗？看过，好好吃，快吃。哎，好好，谢谢谢谢。